哎、欸，我连续踩到那个哎、欸，传送。啊，我那个骰子，骰子之力，骰超久的，在干嘛啦？哦，没事，躲过，躲过。那泥皮呢？泥皮呢？有没有什么好玩？好像都还好哎、欸。进不去了吧？啊，有两个人说要去杀狗，我看狗还在，人不见了。咦？我的妈呀！居然！呵呵，机器人去杀。引用。那是张比是不是？那是张比。他们不复活我，我就只能轰炸。哎！这不知道炸不炸得进去。泥皮猎杀者一号。打到里面了，要死。好好玩啊！哎，这是我，这是我，这是我。这还加可以超奇怪的。不是啊，我想说你们怎么都没有出去玩、欸？有两个人说要去杀狗，但人不见，我看狗还在，人不见了。对啊。狗要进来了，狗要进来了。哦 ，O 跟 P 哦，下次会了。有人死掉咯。嗯。他倒了。好、哦，狗倒了。好像没有。啊，倒了，然后这边有三只。我看它有点像幽灵狗哎、欸，因为太靠近吗？没有，我们刚刚已经扁了它六七下了，它没有死。我们刚刚打很多次，它没有死哎、欸。狗狗好像要扁12和13下。对，差不多十几下。这么多、哦？狗血超厚。所以来去杀的时候，我看着你们走，我没走。一般的狗需要这么多下吗？哇，我已经正常狗就要那么多下，摸了你，我已经很偷偷摸摸了。设计不太是给人家打。这只狗有点好强，我想说我都点到它了，可恶！我要疯狂射，它还要两个人去打它可以。哇，感觉要三个人包围它。感觉要有人电啊，两个人轮流电的话，好像有机会。哇，好啊，下次试试看。下次试，你们那么想要打狗、啊，奇怪了吧？好疯啊！感觉很好玩。有人在屋顶，他把狗引过来。你还活着？你还活着？把狗引走，这样对吗？天哪，那肯定是对的。这张速度再来一次啊！DIC 没有啊，他都没得买。我想要买骰子，我买不了。有啊有啊，手电筒应该蛮多吧？没了吗？确定吗？那个里面有一只，我等一下再买。OK， 我拿到了。下雨。有在买，有在买了。泥皮，你要不要走另外一个地方？那个黄色小屋那边的出口。哦，那里也有。那边也有一个手电筒。对。手电筒记得在这里会有。那你刚好拿。小屋那边有。拿好，拿好，可以进黄色小屋。这里，这里，泥皮。来了，手电筒。好，我拿了我的，拜拜。不不。
后门在哪？好了，跟着他们黄色小屋，黄色小屋。阿乔正门被淹了，正门被淹了，直接在泡在水里。黄色小屋，黄色小屋。打完整的后面改 DIC， OK。哎，没有啊，我刚刚好像也有复制啊。你看，它现在是这个嘛，然后复制的是这个，叫它自动转成信号枪子弹。它只要判断你前面的英文是这几个，然后它就会转信号枪子弹。所以不知道什么 bug。QQ 哎，哎，爸爸倒了。哎，你不就还好？我还在买手电筒，倒这么快，爸爸，你怎么快就倒了？你怎么了？我从一开始就挂了。你为什么一开始就挂了？我从我进地图的时候，我被飞船甩出去死掉了。没有人发现你。就我一个人孤孤的。还好我发现你，来手电筒这里有，这里有。没有人发现你。然后没有人发现爸爸倒了，拿到呢？好难过。哎，这水淹的怎么走啊？可以啦，可以啦，我们船进去就不怕怎么走了，对不对？那你要怎么回来？回来再想，回来再想，回来再想。哦，躲过了，躲过了，躲过了。人多人多难免会对不对？这个点名漏点，漏点了几个人，笑死！完了呀，要走那里呀，要走炮塔区，等他看走，走那门，安安，什么好想打？不准！啊！好想打！不准！阿俏，哎，阿俏，哎，我不敢，我怕敏感地雷。哦，好，我拿我拿。我被他吓熟了。没事没事，我拿了我拿了。你都是好多少？我们走了多少？我们现在是连这种手都要借用吗？有那么慌吗？我现在一招被敏感地雷吓到。阿比有拿到东西吗？阿比需要，这需要，我们一人一只手。阿杰有拿东西吗？好，有有有。那我回去。这样手很重是不是？没有没有，只是一人要一个手啊。我刚刚已经拿一只回去了。不晓得，不晓得为什么这么多手，哦好怕哦、很多手啊。这个手会影响什么？不会，这只是很好笑。刚好我们拿了一堆手，这局好像伸了一堆手出来。对，对啊，莫名其妙，还是诅咒手手，还是骰子啊？家里有一颗头，然后这里有那么多手，我们可以把它组成，我们要帮它组装身体。黑暗大法师，他是哪一个、啊？黑暗乡村怪，我不知道。刚刚妮妮把它放蛮中间的，太多只手了吧？没看到，反正就真的是头颅啊，赚大钱。嗯、这再出去还进得来吗？欸、这个水好像越来越高了。从这门出去的话，应该死吧？哎呦哎呦，阿杰，哎，头找到，好。啊！看到了。哎呦，那还有手吗？如果凑齐，还有没有可能组装？这边还有一只。哎呦，三只手加一颗头，组装，组装，不行。可以吗？没有，它就只是有这个特效而已啊，这是它的特效。头还有更多手吧？头本身就会有这个特效。哎、好可怕哦！哦，原来这是那个头的特效。对。喜巴巴。
就可就可。哦、这会有影响吗？哦哦哦！不要！救命！他们打得来吗？你被弄了啊！来不及！啊！他被杀了，来不及！他被吃了，他被。感谢你的牺牲，他被吃了，我很开心，我活下来了。哈哈哈哈哈！你皮拿竖琴哎！你皮拿着竖琴哎！没办法，他被吃了就没了。哇！哇没有。他连竖琴一起吃掉吗？全吃全吃，连鸡腿都被吃了。老师哎、欸，这个水变成这样也好酷哦、喔，有种台风天的感觉。对，车子都要被灭顶了。玲玲还没回来吗？回来了。啊，玲玲回来了。要回来了吗？辛苦插秧的巨人。好像都差不多了。只有泥皮受伤的。只有泥皮受伤，没错。只有泥皮受伤了。哇。推到了，推到了。哎哎哎！怎么了？谁传进去的？你想说再稍微进去看一下、啊？不要啦，不要啦，不用。哈哈哈！爸爸进去了。哎、欸，直接是门。哇，直接出口哎、欸！哇，好帅哦！他会被淹吗？他会被淹吗？嗯，这在哪一个门呢、啊？有哎、欸，这边这个方向。你会得来吗？回得来吗？爸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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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回来了，没有人受伤啊！强啊！太神了！就问这个有人会倒吗？对不对？应该不会吧？有人会被吃掉吗？怎么可能？不会吧，大家都回来啦，不会吧？秀一波哎、欸，哦，1000块，哎、哦哦欸，我拿了竖琴哎、欸，我们最后回公司看看那个会不会有可爱的，没有就也没有，什么东西？他的手啊，是剪的头啊。我们刚刚在想说，收集黑暗大法师，看可不可以把他召唤，那不行。啊，行啊、哦，所以用他，我以为是可以召唤的，队友超多的哦。啊、那可以放手，放地板哦，要卖喽，要卖喽。好多手、哦，还是我们缺了那个什么躯体？这还有，这还有一把，还有一只手，超。再卖了，再卖了。哎、欸，有出现，有出现 ，potato， 马铃薯 ，potato，potato， 把它吃掉了，它是土豆哎、欸，它是土豆夹土豆啊，不会讲话，他给马铃薯，他给马铃薯，满地都是，满地都是 ，potato， 他带了一堆便便，这什么彩蛋啊？太可爱了吧！怎么这么好笑、啊？帽子没有卖掉，什么东西没卖掉？帽子卖不掉。有什么东西卖掉？有什么东西？阿乔，好了啦！我没有动啊，我没有动啊！你直接站在门口啊！超可疑的，超可疑的！干嘛？没有，我发现他有蛮多可以玩嘛。好饿的，好聪明哦！还有什么？还有什么？好热啦！好热，他就不知道了。好热啦！回家了，回家了，下班了，下班了，没有人倒吧？下班了，安全，安全。他们该不会传走了吧？安全，安全。还没。啊！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真想去推他。不好意思，玲玲是被吃掉还是怎样？别打我！这个
船有内鬼。突然，我都相信你。马尼欧妈妈还在。我都相信你，谢谢呀。谢谢呀，做得很好，谢谢呀。长大了。我被哥哥吃第二颗啊。辛苦大家了，下班了，辛苦了，辛苦大家，休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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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啦，最后欢乐一下，加头打啦，希望大家还会喜欢我们这一次的致命公司时间，我们下次再会，大家拜拜。